这个呢，就是我刚刚讲的哈。对于一般来讲，它就是说在 business business tax 方面，corporation tax 方面，它的变化比较大。比如说以前呢，它是有一个从某个15%到35%什么这个 range 的，那么它现在呢一刀切，就是所有的 corporation 的 tax 就变成21%了。这呢就是说和川普这个想鼓励美国的这个企业哈，就是回流在美国本土来建它的。公司啊，建厂啊，来生产啊，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鼓励大家回到美国来创业哈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对于个人来讲，这个可能影响就不是很大哦。还有一点就是说 ，corporation 的话，你自己的 business 的话，它的这个 first 20% income 都是得就是 deductible 的。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，我刚刚讲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指的是这个。personal exemption 被去掉了呀 ，standard deduction 提高了呀，然后 itemized deduction 有一些限制啊，一般人可能都要用这个 standard deduction 了，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变化。还有一个变化就是 child 这个credit 这个从1000变到2000，然后那个幅度也增大了，就是 income 的那个 phase out 那个 level 提高了，导致大家都可以拿到这个 credit， 这是很大一个变化。还有一个当然是最基本的，就是它的税率呢其实是降低了。就是因为美国的税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清楚。你比如说挣个20万块钱哈，你不是说20万块钱是一个 flat rate， 你说啊我是25%，我是30%，不是这样报的，它是一个档一个档的报的，就是说它是从你说0到19000哈，1500这样的，你可能交一个10%的税，然后从19000呢以上到20000，比如说到25000啊30000，哎，它是一个税，它一档一档这样交上去的。那么就是说你最高的那个税率呢，它叫 marginal tax rate。Okay， 那可能是就是说，有的人家庭交24%，有人家庭交35%，有的家庭交多少哈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，它就是说每一个这个税率呢，10%啊，24%啊，Trump 它是给降低了，就是新的税率和过去的相比。然后他把这个就是讲这个每一个 level， 比如说他是说0到19000的话，你是需要交10%的税，那他现在可能把它变成0到。这个25000，比如说交10%的税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其实还是对交税的人来说还是有不少好处的。因为本来这个人可能挣的是20000块钱，那他可能要交的就是上一档交到比如说20%的税了。但是因为他现在把第一档那个提高了，他到0到25000你都是交10%哦，他就是只需要交10%。哎，这个还是一个 huge difference 的。我这个举的只是最简单的两个数字10，但其实尤其是对我们中产阶级家庭来讲，就是说你在这个。10、25、24、这个30啊，这个阶段的话，还是有一些 make a huge difference 的。OK， 对，这就是它的一些，我觉得是主要可能值得我们大家给大家提一下的几点哈。我是就是1999年从国内哈来到美国，因为两年前的这个偶然的机会呢，我就开始接触到 Southern Economic Business Opportunity。然后呢，也是给大家做一些税务方面的规划呀，然后这个家庭理财方面的这些规划，那么税务计划呀什么的哈。